Hi, Becca, 你为什么不高兴吗？为什么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坏的事情发生？我放弃了。为什么耶和华不存在，就把我们给他们呢？Becca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当然，耶和华有他的原因，所以他还没有把人鬼毁灭。但又回答你的问题，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好吗？好的，那这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节。Second Peter chapter 3 verse 9。那说，耶和华实现他的应许，并不迟缓，不像有些人认为他迟缓一样，他是对你们有耐心，不愿有一个人被毁灭，只愿人人最终都悔改。那贝卡，你看到这里的弹幕吗？这里是说我们是迟缓，但是耶和华并不是迟缓，而他是对我们有耐心，给我们之前悔改。但是啊，如果耶和华马上毁灭了在这个地球上所有地的人，甚至没有给任何一个机会，这不会是很可悲吗？当然啦，那真是太可悲了。现在让我们可以看另一段经文，那是在马太福音第13:10。你能读吗？ Mark chapter 13 verse 10。当是好消息，第四先相连万国安息。那贝卡现在这里有说什么？这里说好消息，必须先上演万国文字。对了，因此我们只是在等待那一刻来，当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王国的好消息，然后恶人将被吓毁。再次，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，直到那个时候的到来。我现在明白了。谢谢你，老师们。不客气。